降了1.5到2个左右。那么从昨晚呢，交易已经停止了。这个为后期的抢钱就在那期间起到了一个便利的条件。我们在这公司也看到抢险工作人员呢正在忙活自己的设备。Download Tribun X sekarang, menghadirkan lokal menjadi Indonesia.